Я вынесла.闪点呗，哥。好了。你才是呢，陪人家一个吧。你飞，你不要这样好吗？你咋不拍？你看，关了浆泵以后，它上边没浆了以后啊，把上边都吸干净了，这样你也不用挤模具啊。哎，这样下来以后再关其他的东西就没。